缺心眼，眼里没谱，神经缺弦，大脑缺氧，你彻底废了。你说的对吗？别的，对，我真的废了，我真的废了，我在他沉热的心里彻底崩塌了。我求你了。特别优秀的一个员工，他每天都认真工作，每天都加班，他从来都没有怨言。你别因为我生他的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脑子笨，是我缺心眼，脑子还上根弦。但是我的事情。我的事情，我真希望不要因为我影响到他的工作。我也希望不要让你去误会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好员工。你先冷静一下啊，平复一下心情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好不好？你先坐这儿啊，平复一下好不好？啊？收啊，收住情绪，控制点，好不好？什么事儿都能解决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了，走了。